谢谢。剩下的那个还没有印到的朋友都可以，都欢迎。还没印到的过来哈，这可以吗？这可以，那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给大家看，看内装的。哇，来一个明信片。好，谢谢。那我们下一站要到那个鲁迪修复，今年鲁迪修复工程刚完成的大礼堂去进行接下来的活动。那可见旁边有置物柜可以做机房。那我们等下门口在小礼堂的门口做集合。这个是1971年做成的，我们现在在这栋大礼堂里面，它在
就是挂在上面，其实就是露天吊车的这个操作室。好，那露天吊车怎么操作呢？其实很简单，大家想象那个原理就有点像夹娃娃机的概念。有没有看到中间的部分有？对，那我们就有点像这种中。车子要出来的轨道，等一下我们就在地面上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了。
右方一个角度跟耳朵的位置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移车台停的这个飞虎的屋顶对过去的那个油漆工厂，我发现它有三个锅，那它有电力，但是呢电力其实主要不会拿来做灶台。那我们厂房都长这么高，然后这个电力开下去，其实能够照亮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这样子不是一个非常近，希望能够尽量的将厂区里面能够收到自然采光的时间是最长的，来作为这个维，也让这个维修的流程可以更顺利一些。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猫耳朵啊，它是就是中间是梯形，所以呢，在过去还没开。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像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会让整个园区里面的机器跟我的车辆都是尽量在回复到它原始的用途，是一个可移动的状态。而且呢，未来我们的展览规划也是会配合我们的展。那从刚刚这样走过来，这才大概是整个园区面积的大概三分之一左右，还有另外七节的部分需要进行整理。那所以大家好。
重新制作。那这一台车呢，是大家可能搭蓝铁九六号或者是其他的对号的车子看一下，它的前面跟后面部分有没有看到阁楼？阁楼上面呢，其实大概是大概三至四张的座位。好，两边都有，这边有，然后后面呢，后面另外一端也。
两排的长条椅的设计。那这个门的部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两侧前后都有一个双扇的气动的自动门？那这个气动的自动门呢，虽然它是自动门，但是呢，没有像我们现在是感应式的那种。有没有发现这个我在这边有一个钥匙，需要转动之后，它才能就是开关门。好，那我们现在先把门关起来，准备要发车。好，因为它那个气有点不足，所以它可能会有缝，这就是门口这个链条的重要性哈。好，那我们请大家先坐，我们准备发车喽。
车站门口进来会有验票，对不对？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那我们目前车站还没盖好，所以我们改到月台，改到车上来。那如果有想要整的话，我们可以帮大家；如果没有想要就是收集这个证件吗？完整的人都可以去我们这边。那如果没有车票的话，我们要补票。好，那现在我们已经行驶出客车工厂观念了哦。在大家的车辆行进方向的右侧，可以看到是我们的原动室，有看到一个很高很高的烟囱。它跟后面的烟囱不是同一端哈、这个是我们台北机场里面原动室的45公尺高的烟囱。那原动式呢，其实是提供给整个厂区里面积聚动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中心。那里面有锅炉，还有高压空压机器，然后以及变电所。可以看到，其实它还是有部分的电力设施。但是呢，刚刚提到的锅炉跟空压机器，其实是最主要提供给积聚动力的来源。那锅炉要干嘛？火车的动力是蒸汽嘛，对不对？其实当时在早期，机具整个厂区里面机具的运作也是利用原动式产生的蒸汽，然后用蒸汽管输送到各个厂房中，再连接到机具上面来带动，然后让机具可以顺利的运作。好，那再来我们就等一下不会走了，我们就是直直的开。接下来是进入到我们轨道区的部分。其实大家可以从就是窗户外面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往西侧开，会靠近大巨蛋跟市民大道5/24巷的这个道路的位置。那其实啊，过市民大道5/24巷过去有一块三角形的部分，那边过去也是台北机场轨道的所在。那其实车辆的调度啊，到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点点从我们西侧往东扇形的扇出去，这样子。那我们往西侧开的话，其实就可以轨道之间就有转侧器可以做切换的动作。那我就可以把车辆移到不同步的轨道上，那进到需要维修的厂房。这也是我们一直需要维修把轨道的部分。功能恢复的一个重点，就是未来不管是吊车或者是展示的时候呢，都可以让车辆自力的运行，不用再去花钱叫吊车，叫吊车很贵的。好，那我们会在这里稍微停留一下。现在可以看到啊，在外面那个道高在做轨道区的初步整理。好，那可以看到，其实，在大家的左边车辆行进的左边，其实也有另外一组轨道的系统。那目前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是从南面转线移到北侧的这个辅道上的话，都是需要出动吊车的。所以未来我们会希望就是恢复这个机能，让车子可以透过我们的电楼吊车机，就可以在有一些厂房。那个是我们的高压试验所，然后后面比较远一点点，有一点梯形的，在右后方。梯形的黄色的建筑物，那是我们的柴电工程蒸汽机车的维修的业务，里面还有就是负责锅炉整修啊，然后还有其他行走部件检查的空间。但是呢，在电气化之后，就是蒸汽机车淘汰之后，长得不大一样，怪怪的。前面的可以啦，但是这一扇卡。对，没有错，你建议也可以看出这是。好，我的朋友答出来，这是水泥铺设的地板。嘿，东山气动的这个自动门介绍到一半吼。我是要转这个钮它才会关门，对不对？那开门一样我要插钥匙转这个钮。那气动的原理呢，其实是它需要用需要卡住。那有没有发现它有两个门，对不对？但是我刚刚转钥匙只有开一个门，它后面的门要怎么开，其实就是要按下面的门。那我们现在在尝试让我们就不要开门了，等下下车的时候我会再给大家头要尽量露出来，看我们前面的帅哥摄影师哈。难得就今天是帅哥啊，我平常不会这样夸他的。来看前面，来一二。油啊，油耗什么，所以以后可能会有一天，就是一定会收费，但是现在筹备阶段就没有，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个筹备阶段。的欢迎大家以后都要上网多抢我们的名额，免费的也绝对放心，绝对。
好，补充说明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筹备阶段，所以没有就是那个盈利的这个相关规范，但是开馆之后，车辆就是回到我们的客车工厂。等一下大家一样哈，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一段是看起来很空旷，但是等一下回去大家不要太兴奋的话，那个因为我们后面客车工厂为了车辆整车其实很窄，两边哦不希望大家等下回去的时候那个少一只手之类的，所以请大家跟小心。那镜头的话也是真的不要伸出去，因为刚刚看到大家非常的兴奋，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希望大家玩得开心，谢谢。它其实车子跟旁边的架高的这个检修架的距离其实非常的近，那在另外一侧甚至跟铁皮屋顶也很近，所以大家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偷手不要松住手腕哦。没有错，刚刚有看到旁边其实是我们的 S 两百型柴电机车挪到这里来。在后面，它后面的辅道上面停放的则是 EMU 四百型电联车的其中一节。那三明摊在前面，我们今天有。好，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瞧一下那个下车的登车梯哈。
等一下大家一样哈、哦，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一段是看起来很空旷，但是等一下回去大家如果太兴奋的话，那个因为我们后面客车中场为了车辆选择其实很窄，两边哦，不希望大家等一下回去的时候那个少一只手之类的，所以请大家等小心。那镜头的话也是就是不要伸出去。因为刚刚看到大家非常的兴奋，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希望大家玩得开心，谢谢。其实车子跟旁边的架高的这个检修架的距离其实非常的近，那在另外一侧甚至跟铁皮屋顶很近，所以大家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偷手不要伸出手好了。没有错，刚刚有看到、哦、旁边其实是我们的 S200 型柴电机车挪到这里来了，那在后面它后面的古道上面停放的则是 EMU400 型电瓶车的其中一节。2303在前面。好，我们下车之后先往这里移动。好，来，我们下车的朋友稍微往前面这里移动哦。好，在我们背后的这个是比较类似现在程序列车的通勤客车。那它的座位配置啊，就跟我们刚刚搭的长条椅不大一样，它是非字形的座椅。那因为当时其实通勤的距离拉得更长一点点，比如说会从台北到外县市，
就是新的桃园的。在大家左侧这个钢构非常眼熟，没有错，它就是另外一台露天吊车，这边是西露天吊车台。哎呀，不好意思，错了，前面这个才是高铁车子，刚刚这台是另外一台电流交通机。考据非常大的厂房，那也是整个园区里面算是回收的主力厂房之一。好，那在大右侧的这个前面的是呢，这几栋都是我们的材料仓库，那是隶属于松山材料厂管，里面都是堆放经过检验合格的，不管是购买进来的还是刚刚介绍的那个厂房仓库出来的零件。所以他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感到非常的光荣，我非常谢谢。
会长说谢谢谢谢很好，那真的是感谢。那今天呢，除了像大家看到的准备之外，我们台铁局副局长也在特别来过来给我们支持，而且他来等一下会有一些惊喜给大家。非常谢谢副局长的支持，我们铁国的一些接下来的很多的工作。然后我们也看到陈主任洪志文今天也来，谢谢洪主任帮我们前面两年多垫下的基础。然后文资方面，像黄时珍老师一直在协助我们做很多五 G 在利用的一些省钱。然后除了黄老师在，其实黄老师隔壁的何建明副那个副局长，现在虽然也退休了，他还是很关心我们很多厂区的服务跟工程。像他刚刚一直也提到有很多我们都要感谢的地方，我都听到，我知道，谢谢何副给我们这么多的支持。那接下来就面向台铁的我们的机务处，机务处对于我们车辆的维修跟后续的清洗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重，而且我们有很多技术也要互相的来学习跟传承。谢谢机务处陈师本处长跟夫人，那也谢谢我们有正房有工作也是经常担任我们的委员，协助很多案件的审查，还有现任的台铁铁路机场的厂长李厂长，今天也特别从台北今天也接到福冈嘛，也这边过来，因为这个是都是在这个场域的一个精神和一个传承，非常谢谢。此外，当然也有我们的铁路的机场，我们也有铁路界的同业来共享盛举。今天台湾高铁公司吴一汉吴馆长哈，那是高铁大主管馆长，今天特别前来，也谢谢台铁局文资科。文资科从去年成立之后，我们开始在一起合作，对于国内铁道文化支持做了很多。我今天讲的这些，其实就是表示说，铁路博物馆在整形，从铁路机场转型为未来博物馆路上，我们靠的是很多专业以及未来的梦想来规划，持续往前走。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借由今天的生日的庆生，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的参与。我们今天特别开上下午。所以我很希望各位进入参与之后，能够把我们的这样的东西散布出去，支持我们后续未来在进行铁路博物馆的建设。如果有一些相关大家帮忙给我们一些力量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各位给我们的这些支持。然后在此最后也谢谢大家今天在微风细雨，因为下雨可能下午可能风雨会变大，早上还算雨势可以，大家可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慢慢的来欣赏我们非常给大家的节目。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也祝大家身体健康，然后精神愉快，然后大家的事业圆满，好，谢谢大家，然后我们就把主持棒再交给我们的司仪。这边都是我们现役的啊，我们机务处的阿本处长啊，刘副总，还有李厂长啊，我想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再回到这个地方，那么看到啊，我们铁窝馆筹备处的各项精进啊，比我上次来看的时候呢，已经有非常长足的一个展现了啊，那加油啊，我想维护好我们台湾整个轨道。的一个这个真心啊，真的铁博馆是领头羊啊，那我们台铁会全力配合。那第二个呢，也跟各位报告，我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我把迁到富冈的台北机场正为富冈机场，所以各位现在只有在松山我们的台北机场才是唯一正牌的台北机场哈，我们希望未来铁博馆能够善用这个台北机场，带给大家啊全新不一样的感受。最后呢，我有一个小小的感念啊，刚刚馆长也有讲过，说我们有多诸多的资源啊，说是啊来跟馆方一起啊来做一个
修维修啊，还有死机啊这些啊共同的作业。不瞒大家说，台铁局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单位。那虽然我们成立了文职科，但是呢，这个整个的效果要发挥啊，还是有待我们台铁整个企业转型。转型以后，我们啊有这个有序经营的一个环境，我们台铁不管是局还是公司啊，才有办法大量的投入啊到我们啊这个我们的铁道文化来。好，那这也是我一个比较长远的梦想。那希望未来我们的梦想都能一一实现，提供大家最好的铁道的服务，那么也提供大家最好的铁道的回忆体验。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局长，你带来的惊喜，也就是一个大蛋糕，请大家往后看。请为我们的蛋糕鼓鼓掌。爱台铁，我们就比一个心，好不好？来，各位朋友们，我们就